这是一脚超远距离的打门，一般来说这种射门没什么机会啊。这是个角球，角球开到禁区里，这次解围没有完全能够解除危险，这次没能攻进去。后场可不能玩火呀，直接让门将来处理。王霜，张睿还在继续盘带向前推进。我还以为啊这次可以进球呢，没想到这个机会啊就非常好了，还有机会，挡住了这脚打门，防得很好，没给对手留机会。传给了王珊珊，传中被拦截了。他们这个连续传球很有想法，防守方拦截了这脚传球，危机解除。娄佳慧，他现在这个拿球压力比较大啊，应该考虑考虑找队友配合一下。唐佳丽直接打门，这次没能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，擦着横梁飞了出去。非常干脆的抢断，他这种向前的能力啊，确实是球队所需要的。对方的高位逼抢很坚决，看看他需不需要往回打。这次拦截非常关键，阻挡了对手的进攻。他可以继续沿边路向前带球啊，前面还是有很大空间的。射门，球被防守队员挡出了底线，角球。这个角球传到了前点，这似乎是他们演练过的战术啊。球现在是在对手的控制之下，不知道他们进攻端会不会有什么惊喜啊。这是一波非常漂亮的连续倒脚，这球被门将扑到了。嗨，这样的头球都能扑出来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对啊，没有直接传中，尝试一下来个短的。他送给了对手一个位置极佳的任意球，还有可能送给自己一张黄牌。这脚球是传向后点的，这次的威胁只能停留在表面上啊。王珊珊，李梦文，唐佳丽，多好的机会，可惜他没把握住。对手的球门球，球横传到了禁区，防守队员直接将球拦了下来，这个传中没有对球门造成任何威胁。王霜，好机会，
这个球错过了，真的不一定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。哎，这样的机会都被浪费掉，确实令人意外。这次抢断充分体现了他的意识和能力啊！保护好球权啊，慢慢的组织进攻。张鑫直接传给了对手。他这脚传球成功地找到了对方球员，这球啊，裁判给了一个任意球。如果可以重来的话，我相信他肯定不会选择射这一脚了。哎，射门是可以的，偏成这样那不行。数据说明了一切，两支队伍在今天相互攀比，谁才是亲善大使啊？双方还要再打一分钟，球还在界内。有机会领先。好球，他们获得了领先啊，球员的情绪一下就得到了释放，毕竟这是决赛，每个人的心里估计都绷得紧紧的。再看一次这个进球，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，这就是他进球的秘诀。这个哨声意味着上半场比赛结束了。中场休息结束，比赛继续进行，比赛领先的优势啊是在巴西女足手上。唐佳丽到了这个区域啊，能做的事情就很多了。这次选择了传中，传中被解围了，一记漂亮的远射，可惜被门将拒之门外。夺回了控球权，张鑫这个直塞，队友已经心领神会了。看看他们怎么利用这次反击的机会，反击都来了，防守队员还都不在位置上。可能把球打进吗？门将没有让球轻松入网。王双一次成功的抢断，终结了对手的进攻。直接打远射，只不过还是不足以考验到门将。王珊珊，张鑫，他脚下技术非常娴熟啊，朝着对方球门继续推进。这个射门啊，没什么威胁啊，门将稳稳地把球抱住了。这次上下来得很凶，脚下球被断了。
绝佳的反击机会。他们这个连续传球很有想法，艺高人胆大，本方禁区里成功断球啊。我这心脏啊，禁区里的关键拦截，门将慷慨地收下了这球。门将直接把球权送给了对手。王珊珊，这个球要是没断下来，这后果就很难说了。常规时间只有最后的20分钟了。张睿，关键的禁区内铲球防守，看台上的观众认为这应该是一个点球，他们对裁判员的判罚非常不满。裁判鸣哨了，他会如何判罚呢？他们现在请求换人，边路现在很空啊，接外球，以一己之力冲向禁区，进球的机会。这么近距离的打门啊，都被他扑到了，这是什么样的反应速度啊，人啊。先把球控住啊，直接打门，球进了，他们领先的优势扩大到2球，一切顺风顺水。我们通过回放再来看一下他们这次的角球进攻，面对机会他们更是没有脚软，直接起脚，一脚力量十足的打门，哎，破门成功，优势扩大，比分变成了2-0。这个铲球动作有些危险啊，看看裁判会出牌吗？裁判向犯规队员出示了黄牌，没有什么问题，这本来就是个吃牌的动作。的确，王双，皮球又被他铲回了脚下。防线直接被一脚直塞给洞穿了，漂亮，已经领先3个球了。现在可以说留给对手的时间不多喽。不停的传，不停的跑，机会就在他们这样的传跑当中出现了。最后这脚推射更是让人赏心悦目。中场哨就要响了，分差如此悬殊，大家不用再等了。王双的机会来了，打中立柱了，还有机会，危机解除。明显的机会，球被扑出去了，但是对方还有机会，裁判判了犯规。比赛来到了最后的5分钟，到了他表现的时候了，想要把球传进去啊，还是要先问过他的意见啊。反击的机会来了，双妹子王双拿球，慢悠悠的回防可不是防反击该有的态度啊。进了，但是似乎于事无补了，比赛也快结束了。
这一次和防守队员的较量中，他取得了胜利，射门的这一下也非常值得夸赞，对方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，他都完美的应对了，找到了机会起脚射门。双方目前的比分是3-1。裁判示意补时2分钟。这么近距离的攻门啊，大家都跟着捏了一把汗啊。门将今天这个状态啊，绝对是飘红的，非常极限的把球挡了出去。门将刚刚的表现可圈可点。对，